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呆萌兔。这期视频来和大家一起组装的模型呢，是万代在9月19日推出的一款来自于纸箱战机当中的主角 LBX Achilles。 那今天这款 Achilles 呢，是叫 Hyper Function 的版本，也就是带骨架的版本。那这款产品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了，早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有出过出版了。那这次的话呢，充其量只能算是复刻吧。那复刻版和出版有什么差别的话呢，是少了一套外甲，这 AX00 的外甲这一次是没有了。然后呢，在它的这个板件分布上呢，是做出了一些优化，让拼装呢可以变得更加简便一点。当然在售价上呢也会更便宜一些这次的这个复刻版的售价呢是消费税前2500日元就可以买到了。那么让我们直接来打开包装吧。那掀开盒盖之后呢，可以看到当中的板件数量还是挺丰富的至少相较于无骨架的版本来说呢，是会丰富很多的，有几代，1、2、3、4，总共呢是会分了4代和8块的板件，最后呢还会有一个披风，这都是布制的披风，上面有印着这个花纹。那贴纸的数量呢也是非常的少，只有2小块黑色贴纸，那完全可以用后期涂装来进行一个小面积的补色，那基本上呢就是完美分色。那这一张的话呢，完全就是注意符号的贴纸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进行粘贴。然后这个说明书的话呢也是挺厚的一本当中内容呢也是挺丰富的。刚才有说过这个板件有优化，主要是优化在哪里呢？它这一次板件我们给它拆开来。这次万代呢是为了能够方便大家的这个组装它在板件上呢多追加出来了一个小的符号。那这符号呢用于区分这块零件到底是用于头部还是用于腿部的。那在拼装之前呢，可以把这个板件直接给它掰开来这个头管头分，然后这个腿管腿分，这样子分开来之后呢，让组装可以变得更简单一点立马就可以找到这些个零件了。而且这次零件呢也全部都是按压水口什么叫按压水口？就是直接不用任何的剪钳，直接用手把这个一掰就可以把零件给掰下来了，不需要任何的工具就可以完成这款产品的组装。所以说这款产品呢，对于一些比较低龄的小朋友，或者是对制作模型没有什么经验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的体贴的。那也就废话不多，让我们直接进入拼装的过程吧。